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というわけでですね、今自分は中国にね、ちょっと7ヶ月ぶりぐらいに中国に来てます。というのもね、ちょっと撮影のね、もともと僕役者だったんで、ちょっと役者の仕事のオファーが舞い込みまして、それでですね、ちょっと1ヶ月ぐらいですかね、約1ヶ月ぐらいちょっと中国の湖北省の方にね、滞在するってことで、それで昨日中国に日本からね、羽田空港から飛んできたんですけど、いや、しかし暑いですね。めっちゃ暑いです。ちょっと体感温度40度ぐらいあるんですけど、めちゃめちゃ暑いです。真夏の中国です。それでまあ、せっかく中国来たんでね、なんか、ちょっと YouTube 動画撮ろう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、一番なんか需要がありそうな、耳かき動画撮りますかね。久々に。個人的にはね、そんなに耳かき別に興味ないんですけど、結構意外と僕のね、フォロワーの人が耳かき撮ってくださいっていうね、動画で耳かきの動画楽しみにしてますっていうね、需要が、そういう声が多かったんで、まあ、せっかくなんでね、せっかくだからちょっと、中国の久々に耳かき動画撮っていこうと思います。この奥にちょっと耳かき屋さんがあるみたいなんでね、ちょっと行っ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んで。いや、ちょっと耳かき動画回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。行ってみましょう。安住地的社会、なんか、自己这样子那个，自己的休息天。你经常采药吗？对，经常采药，我最喜欢采药。很舒服。对，很舒服。你耳朵受不受力？伤过伤吗？嗯，耳朵受过伤？不是，就现在你看了那个我的耳朵里面有那个什么，有伤吗？没有伤。我问你受不受力？就是可以用力吗？可以啊。你怕不怕疼？没事没事。你疼的话就跟我说啊。好的好的。因为我没给你弄过，我怕你不受力。没事，我不怕。我不怕疼。好的。那里面很脏吗？我的耳朵里。有一点。有一点哦。里面好多。好像我每天都戴耳机，所以。那可能是。你是本地人是吗？对，湖北的。就这边有有名的菜是什么？有名的菜。让那个老百姓喜欢的。本地的菜。我也不知道宜昌这边，我只知道我们那边是吃那个鸡。鸡肉你知道不？鸡肉。鸡肉我知道。鸡肉有名的吗？但是鸡肉有名是在我自己家那边，这个地方的我也不知道。热干面是武汉的，但是我们这边也会有。是吗？嗯。一般的餐厅里有吗？那个。就是那种卖面馆里才有，餐厅里没有。餐厅里没有。这边的菜都是味道比较辣的嘛，辣的菜比较多嘛。你吃辣吗？我昨天吃了那个羊肉串，就有点辣，超搞店。我昨天去了步行街。步行街。步行街那个街坊步行街那边有很多烧烤的店。我们这前面一点就有一条小吃街。CBD。CBD 小吃街。就是出门右拐，直走。我一会儿看一下。你等一下，等个哈。
但是要晚一点才有出摊吧，我们每次都晚上比较热闹是吗？嗯，六七点才去。哦，那现在有点早。你一个人过来的吗？对。嗯。哦，那时间有点早。嗯。去晚上那个看一下。嗯，那你在哪住嘞？是在这附近住吗？嗯，那差不多2公里左右。嗯。嗯，这边最热闹的地方是在哪里 ？CBD。哦，这里。对。哦。很近的。这里还有酒吧什么的吗？晚上的。我不清楚。我不记得，你没去过是吗？我经常不去。哦，是吗？我下班就回家睡觉了。哦。哦，你也不爱喝酒是吗？喝酒，但是。哦，不去买是吧？嗯，有特殊情况下就去了，一般没有啥事情我都不去。哦，有肯定是有的。哎，不是那个解放路那边，那个步行街不是最热闹的吗？嗯。步行街那边是比这里热闹的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是 CBD 最热闹吧。嗯。那边也不差，反正。嗯。但是这边也不差。这样子。嗯。这附近有那个长江是吗？好像是。哦，你没去过长江是吗？没去过。没去过，那么近你还没去过？没去，我每天上班12个小时，很累。哦，我没有时间是吗？嗯，我基本上下班就回家睡觉了。哦。我一心只上班，啥都不想做。哦，太累了是吧？嗯，好累。哦，工作累了，所以不想出门。嗯。基本上我都不出去。工作12个小时，就早上到晚上。就早上到晚上工作是吗？工作。嗯。不，我们12点。啊，十二点。12点，中午12点到晚上12点。哦。然后这几个班嘛，然后再就是2点到2点，4点到4点。哦，这样。啊，三个班。嗯。所以。4点到4点，早上4点了，下午4点到凌晨4点。对。哦，那么晚。所以说很辛苦嘛。哦。工作时间很长。嗯，我就不想出去。嗯，怪不得。那最近客人多吗？这边。多呀。哦。所以很累吗？嗯。累，对。啥都累，做啥都累。是。没有轻松的。对，没有轻松的。嗯，工作还是蛮辛苦的。对，你来中国多少年？来中国差不多十二年吧。12年？嗯，差不多。12年，我的天哪！那你来中国的时候，我才15岁。你在中学、高中的时候？对。那你来的好早，12年，12年就来了。对，有些我的朋友，有些朋友是从日本到这边，然后在中国已经待了30多年了。嗯，那你难怪你还会说我们这边的话哈。对，还可以吧，还凑合吧。嗯，说的挺好的呀。
去那个习惯了嘛，嗯，然后天天在那个中国，然后中国人聊天，嗯，然后去一个人过来不怕吗？不怕，因为已经习惯了。不能一直转，哦，啊，毛会受伤的，哦，有一点点疼，嗯，你这样举着不累吗？嗯，我这个没事，这已经习惯了。嗯、哦，有点疼。嗯这是什么？哦，电动的。嗯，转动一下，舒服一点。哦。就转了吗？哦，这舒服。哦，这挺舒服的。嗯。